耶，要上，又要上。怎样啊？好啊。好，这男的，这男的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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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了。开下。这么把干。耶耶。这么把的，这么把的。哦，弄个，给你，你看，给你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嫂，现在准备带宝宝上隆盛去体检，是快要一岁了，就要做一次体检。走，早早的上车来了。他特别喜欢车嘛。弟弟啊，什么都好奇哦。进去看做体检先。今天终于把这个体检做完了，又不够高，又不够重，就差不那么一点点。对，每次来都是差一点点。还要加强营养。这次来，还要回去多补一点营养。好了，上车。上车，他就想来了，你看。走了。起米粉喽，呀、吃粉粉的，拜拜。吃一口肉，是不是啊？我爸爸，一点肥肉不要。这吃粉粉喽，找一根短一点的啊。嗯啊。开心了啊。坐车车啊，宝贝。坐车车。看宝宝。买了什么？你看他一直在盯。哈哈，这个好玩啊。笑眯眯的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姐姐、啊。看到姐姐就是哎那样子，又想睡觉了。啊！帮姐姐买衣服去。快点挑衣服。
现在挑衣服，挑衣服，我都想挑了。拿了。我也想来一件那个短袖的。他妈三十个了。可以，拿嘛拿嘛。买一个南瓜回去啊，爸爸。要买瓜干嘛？你看，跟我低头脑壳一样大。好大。这个就是现在男孩子喜欢做的零食，太笨啦。你又这个鬼天要下雨了。哎呀，要回家了，还下这么大的雨。老天不让你们回家，你不让你们回家。那么好干呀。那不用回去，我就不用了。